今天来搞一个麻辣猪肚，一个猪肚，两个猪肚，盐、面粉、高度酒。用面粉给它搓洗干净，吸掉它上面那个粘液。在这里洗一洗，等会儿回去再清。先焯水，葱姜、高度酒、青花椒烧猪肚子洗没得盖，捞出来，改刀。猪肚切片，把生姜、大蒜、小米辣给它剁碎，烧油。先炒猪肚，猪肚子搞点高度酒，水分炒干，放佐料，香辣酱，多炒会儿，炒个五分钟。啤酒，搞一点胡椒粉，再来点生抽，
黄连、土豆、香菇。再煮个五分钟。青红椒。起锅。你要两个猪肚子才炒这么它的水是属于蛮黏。真好吃，是吧？蛮下饭，我这不用让它吃。下半年吗？你这还挺花哨吧？现在真的吃青花椒的时候，它还不是那么麻，还蛮香。这有点下雨了。等你说的香辣子，照你说的香辣，稍微凉快一点。那是受不了。你脖子疼了？哪儿不疼？吃药呀。那药只能治标不治本。我呀，把喝完算吧，我也不用办算乎。我感觉猪肚子比回肠好吃些。它那个肥。还有别，我下次再搞一个生爆猪肚。会啊。我看别人搞过的。这块儿下饭，多吃点饭。你在什么时候上网吗？你就还有香菇吧，有香菇的土豆。我看那碗时候太大了，两个猪肚子差了没点，别人说我又偷吃啊。现在吃那些无味的，没玩意儿。
那土豆粉，那小土豆它少吃，嗯，那虽然说产量低点啦，但是口感好。它这么大，怎么这么小？那这种是个清甜的啊，嗯，先把它，嗯，好了。雨过天晴，好多这种地间皮，你看。就是这个，就是地间皮长到地上面的呢。看，这个又名叫地木耳，炒它去，炖它去。哟，这个长得还蛮干净的。哇塞，这头怎么长起来像牛粪呢？我刚才那天看到一头牛粪。哇，这头大。先把地间皮刨去，加点盐。去除它里面的杂质，把它刨的，搞了一块老腊肉，割一点下来，多了七碗，哎呀，割一截下来就行了。哎呀，你腊肉太硬了，这个腊肉皮要先给它烧一下。把这皮烧到这样，起泡就可以了。烧了之后香到弹，加点肉再烤一下再吃。这一刮，这个颜色就出来了。用热水洗，洗干净就把那几个煮开，腊肉下锅煮。然后呢，把地间皮取下去，先要把它一个一个搞起来，看里面有没有那种什么草啊，你看呢，草，还有那些别的杂质。泥巴已经刨掉了，现在就看这种草它刨不掉。冲一盆河水，终于把它洗干净了。肉煮熟了，捞出来盖刀。肉切薄片，你看透明的，煮熟了之后。
先把那个肉炒完，来烧点开水，水开了，先把那个地煎皮给它烫一下，下锅煮到水开就可以了。捞出来，起锅烧油，先把腊肉炒一下，炒出猪油，下入葱姜、干辣椒，腊肉一煸，这个香味就出来了。然后把地煎皮放进去。加水，加点盐，蚝油，搞点土辣椒，开始。好长时间没吃过腊肉了，哥。真香。这地煎皮也好长时间没吃过。地煎皮有半年没吃了。下雨了，那个水库那下面，那还多些。就那个稀泥哇。哎，好多人都没吃过这个地煎皮吧，是吧？我下午冰箱拿干，冻什么的。再给它下水开始烫。好长时间没吃，真好吃。这豆乳蛮香。好。这几天晒太阳了之后，肯定那个辣椒又辣些。土辣又很辣。我听说别的地方卖这个地煎皮还要十几块钱一斤呢。有。
你料没够。哎呀，刚才吃那个真是难难听的。搞了十几年，还没好大一个熟了。我喜欢吃带点肥的，带点瘦的，好吃。啊，太瘦了，吃。就是那种里脊，要那种五花。我们以前买那种五花，那就蛮好吃。有没得？找不到的，正在动。多，你阿姨说多的是。他是说他陪我们。有，再来一网。我感觉有了，哥。那网又有，有啊。嗯，几天不来，那些鱼多些，你看。嗯。嗯，真有。那网打的不怎么远呐。这网可以吗，鱼？啊，这网肯定有货。嗯。我们不摸你了。有吧？哇，它是钓子吧？嗯。我说这网可以吧？你看。钓了。嗯，钓两个。捡起。快把钩起来，等人湿了。也就湿了吧，出去。每个人湿快那个鱼，还湿还是活的吗？还是炸？也就湿了呢，那还是活的。现在打网的次数亏了嘞。先把我的抓手抓起来。嗯，也差不多够一盆。那小黄狗。你不把手抓，手抓那么疼。掉你。你搞半天才搞完，吃了半天，加水洗。现在一个一个把里面。这个肠子清干净。现在把这个鱼给它腌一下，倒点酒，
再来点盐。给它腌个十分钟，切点姜丝，今天太热了，拿来切点葱姐，炒宽油，放点生粉。再放点鸡屎粉，把这胶质鱼裹干一下，好炸一下。来，鸡肉一放，点黄油，油温七成热，胶质鱼炸，今天做干煸的。这个胶质鱼把它炸到酥脆，捞出来。生姜、花椒、干辣椒炒香。五香粉，再来点香油。搞点小葱，有条件的可以放点芝麻。没有啊，搞点白油了，都有白油。我不要，我不搞白酒，不搞白酒，我下午还有事。啊，焦虑。嗯。哎，我操！哎，你还小鸡，你还很惦记个鸡啊？喝酒。喝。这个酒还是不够冰。你炒面还不？是那个吊子那大了，我觉得可以试过去煎那个青椒焖。那就是炒的还好，好大锅锅的。几头大虾。就从那我那天搞新鲜的还行的。不行，蚊子呀。你这撒网跟放网不一样。你放网肯定是那好搞点。就专门搞大的。用海锅估计比这种还大些，比这个。刚才一把都看到的。我看到一把的。哎呦，哥，没搞到。这边去。那我给把那血往那个夹夹把撒起来的。还在那炒那里头，在炒里面。是的。炒的我切片一下，大家还炒个卷葱。还不给我来个那个了。那会不会杀死我呢？那应该蛮会。嘿嘿。我是专门捞鱼的人，反正买油漆把我上漆一漆的。我这。好。那一大一矿泉水一口喽，三四斤，二三十斤。当我打不起。
狗粮还是养了吧，俺十五斤的不行，吃不行哦。他妈肥你！现在肥到猪要二十斤，我打的八百单狗的。啊，是吧？都还是肥牛苗，活结实。嗯。没开呀。那等我天，那不是包子？啊，他包子蛮好的。对。还可以开早点的。嗯。当然可以，可以开点。但还是我前天买的钱完了，挣到了。还在。这狗子天天跟着我跑上跑下的，我天天睡过去，它在咱门口熟悉。真是长胡发不？买狗粮的，这咸不没得。啊，我们拿给你啊，拿掉斤啊，斤啊，拿呀，现在蛮多，搞什么拿完都放了嘛。我早餐点的蛮多，你要不要找？嗯。今天吃吧，炒出来蛮好吃。嗯，好吃。香。嗯。接着给我们，要接着给我们。嗯嗯，他都请别人来。我看我光是要不用了，就那个姐姐。哪个那个帮忙？怎么呢？扶贫的那婆婆。扶贫的婆婆。嗯。那个送花烧火的那个人。